我真的觉得那个三明治还蛮好吃，你们为什么不吃啊？因为饱了啊。等一下我都要吃火锅吗？那你这样等一下怎么吃火锅啊？他还吃得下？对啊，不是还完整一个把它吃下去？我想说他又吃一个，哦，好吃啊，可能就先放着，没有那个。他如果今天没有约吃火锅，他搞不好把那个都刻下去了。真的啊，我们这还有一个完整。我刚才弄了一个给威力。对啊，你看多有爱啊，根本超级小厨娘，是不是？是是是是是。真的看不到，你看真的超级真材实料的，就是压下去那个。你压下去再弹上来了吗？那我已经压下去了，我已经把它压下去了。很像什么消防栓立在中间。消防栓。等一下看你们谁要吃，我觉得是真的蛮好吃的啦，还行还行还行，真的，这个让我会突然想要做早餐嘞。真的吗？你早上根本起不来啊！对啊，你早上你开什么玩笑、啊？你以为早上会起来？我起床第一顿就叫早餐。哦，几点？几点？凌晨四点。不管几点，不管几点都叫早餐，好不好？晚上七点。最后一顿吃的一定叫晚餐。我以为叫宵夜嘞。因为我妈她那个，我妈是用鲔鱼配美乃滋，然后加胡椒粒。不是胡椒盐，然后就会也蛮好吃的、哦，然后就吐司这样夹的就很好吃。它是那种黑胡椒，对，这样比较不会有那个鲔鱼的腥味。哦，也可以啊。对啊，然后看个人喜好。可是我在想，为什么我都懒得？因为我觉得分量问题，因为一罐或怎样，你当我吃一个礼拜还吃不完，我通常吃一两天我就不想再吃了。啊、哦，你说鲔鱼罐头开完要吃太久、啊，就是一个人做菜还有那个量真的是很难做。哦，对啊，对啊，对对对，这真的很麻烦。我跟兔子，难道我要喂他吃 PP 吃鲔鱼罐头？可是最近现在很多生鲜超市都有主打一人份的、欸，有吗？好像开始了一人份的吗？对。你可以去看看啊，你啊，可能你根本就没逛啊。他根本不会出门，大概就不出门嘛。我家老宅男，我跟你讲，我家那个大概不到100公尺有一间全联，他现在开始卖生鲜，我很兴奋哦。你又不会做，有什么好兴奋的、啊啊？不是因为我之前觉得很懒，是因为我要买材料要走很远，然后走到我家旁边家乐福或是顶好，大概就要1公里吧，我就觉得很远。1公里是真的有点远，就是以吃饭来说的距离啦、哦。我去捷运站什么坐车也是1公里，我就觉得 OK， 反正要出门。但是你让我为了吃饭跑去1公里的地方买东西，再走回来，然后再做，然后做完还要洗碗，这全部都要2-3个小时，我才吃15分钟。所以就觉得 CP 值很，我就觉得干嘛我为什么不叫外卖就好了？你看他为了吃碎碎念那么多哎、欸。对啊，就一个人就很麻烦呢、啊，一个人吃。所以你要去找另外一个人了吗？没有啊，你要广大真友吗？成真女友，牵手节目，未待真，未待牵手节目，牵手节目，单身中，单身中，牵手节目。好了，我们要开始我们的 round down 了，这一趴叫做终于要进 round down 了，对对对对，让他抱怨完了。节目都多久了？终于开始有一个 part 要从 round down 我们还是要切入正题，好不好？我还是要带你们切入正题。没有，那随性王没，不然那个老皮都汗颜了、啊，这是我对。这一趴是欧啦，谁睡秋什么东西啊？这是一个新单元。小编，你整我。谁睡秋？这一趴要玩三个游戏，我已经口齿有点不清晰了。我们要玩三个游戏，猜。对，还有来自天堂的食物 and Who Am I？ 哦，我们现在先玩哪一个？玩第一个哦，天才猜猜猜。好。好。天才猜猜猜，我们之前也有玩过嘛？有 啊，就是那个后来，就是拿着平板，比手画脚啊。对，比手画脚。然后这次我们不需要比，因为小编说他自告奋勇，他说我好想比哦、喔，一定要让我来。好惊人的要求，對對對这要求我这个要求我这辈子没听过。第一次看过小编要求入境，所以我们只要拿着平板，然后看着外面，小编就会比给我们看，我们就要来猜。这样我们不会看到画面吗？应该会 mute 掉或者什么之类，就总是有办法的吧。好，来。来来来来，你们先拿平板，拿平板，选一个主题，月月给你选。好好好，我看一下。你挑你最强的。让我看看。黑歌之王，我是歌手。寒风来袭。等一下，你刚才说什么？寒光来袭。寒风来袭啦，名人堂。动物好了，先从简单动物应该比较简单吧？还是你们动物都很难？可以啦，就一点进去，本来都是以为什么小狗啊、猫啊什么进去，什么马来貘，超难的。马来貘怎么比啦？马来貘跟食蚁兽要怎么分？对啊，什么穿山甲就超难的那一种。我是想要神奇宝贝，点进去就可以了吗？你等一下叫他比皮卡丘有没有？开始、欸，那我要选。就是往下一下，对，往下往下它就会翻题哦，往下是翻题。试一次吗？还
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没有操作过，感觉好厉害。没关系啊，我们可以多试几次，小编就会多比几次。那你们先比试完，然后。我们那没不用了，我们不用试了，来开始吧。是是你先选题目。现在会不会太短了？现在感觉有点短。如果他那边都有点短，我们这边就没希望了。对，应该还好啦，可以可以。对啊，对啊，我点喽，点喽，要开始喽。好，按开始，按开始，开始在哪？来，开始，有吗？好，那你们站在一起打哦。所以我不能讲过去给他们看到，对不对？你也要猜，你也要猜。对对对对对。鸟，哎，等下。啊？蝴蝶。啊？什么东西？两个字。不是蝴蝶吗？这样不是蝴蝶、啊。孔雀。孔雀，哇，好神啊！这样。有吗？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那不行了，可能是马来貘之类的。对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鸭子，什么东西啊？他在吐吗？他吐什么东西？他在洗衣服。乌贼，章鱼，乌贼。哇，我还以为他在洗衣服嘞、欸。两个字，两个字，又在飞。怎么那么多飞的、啊？你怎么这么会飞啊？什么东西？啊？还要吃东西？什么东西？鸭子。小鸟，蝴蝶，蝴蝶啊！什么鸵鸟？什么东西？思考，思考。鸭子，第一个字，第一个字是鸽。切，鸽子，鸽子。哦 ，OK OK。来来来，两个字。蛇，蛇，蛇有两个字。你们两个为什么会什么？鸵鸟，鸵鸟。哈？两个字。我现在两个傻眼，有没有？你们在干嘛？其实我不是很想猜，我想去看小编在那边跳。蛇，我真的猜不出来呢。眼镜蛇，胖蛇。哦，要下一题了吗？这样他自己下一题了吗？还是我要翻？胖蛇是什么东西啊？蟒蛇啊！蟒蛇，胖蛇，胖蛇，胖蛇。月西两题。哦。耶、yeah ！我们多玩一会儿，然后那个，这样我们要换下一个是不是？换下一个游戏了，这个。一样就是抢二，所以。哦，这要抢二哦。对。所以还要再一题。好，那怎么办？我要再往下是不是？你就直接拿下来，然后换一个。换一个题目。哦，好好好，我要回首页是不是？火烈鸟。火烈鸟什么东西啊？什么神奇宝贝哦？抓不够多、哦。对啊，梦幻哦。成语好了，好不好？成语大赛可以啊，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啊，可以啊。刚刚都比不好，可以看一下比成语。成语，我觉得很想看，很想看，很好看，很好看。来，好我点了。不用我们比的时候真的很爽。你帮他按好了，好好，你按好了。好。好。要放弃了，要放弃了。放弃吗？直接放弃。比一下，比一下啦。可以吗？撑到时间结束啊。可以吗？可以。可以是不是？第一个字我女生，第二个字是身体人皮肤，是最后两个字打架勾心斗角啊，时间够超快的，什么好、啊、没有了，超慢，要往下吗？哦哦，时间到了哦，那个刚刚那个是什么？自相矛盾，他可以这样，这样是矛盾。对对对，毛豆豆。好了，你很棒，你很棒。那开始是不是？马上放弃有没有？马上放弃。哇，他哎、欸，这外还有歌的好像。哦哦，上面还有，上面还有。我是歌手，工作狂人，台湾话，动作，动作好了，好不好？动作会比较简单。哦、动作好了。好，谢谢。你不用为了思考，你不用为了思考。哦哦，好。动作会不会比较简单？我按开始了，开始。按到了吧？我按到了。好好，来喽。两个字，化妆。化妆。大一些。好好好。两个字，触电。哦，这好强哦！哇，好强哦！你懂他哎、欸？对啊，四个字。穿针引线。穿衣缝线。穿针引线。缝衣。缝纫刺绣。动作四个字，你先两个。发呆。两个。放空。第一个字 ，A F K。哈？针，是针。针。
拉啊，针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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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？第三个字，裁缝哦。啊，什么东西？针线爆炸。第三个字怎么？下一个，这个就忘记了。针线什么？两个字，脱衣服，脱衣。哦哦，两个字，可以，两个字。跳舞，跳个字，李正朝夕正，螃蟹跨步哦，踏步步，跳，下一个，下一个，我现在都满脸问号，好，下一个，脖子跳多自习，哇，好强啊，哎，你们好强哦。哎、欸，你废到笑哎、欸，秋风废到笑哎、欸，到了吗？时间到了吗？对，对啊，到了。秋风零分，大雨两分，月薪也两分。哇、哦，哎、欸，平手，这积分好。这一趴你赢了，这一趴你赢了。哦，这样我赢了是不是？哎、欸，秋风完全废到笑哎、欸，因为我真的不懂他、欸、想象力耶、欸，我完全不懂他在干嘛、欸。想象力，要不要月薪比？我们两个猜啊，我比吗？要不要？可以啊，那超级会玩游戏。第二名是谁啊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。月薪有包袱。什么东西？你不用啊，你可以不用那么远啊。选一个好了。我这人最没有偶像包袱了，不要弄了啦。歌手啊，你们选个，就是大那个政治人物什么那个都太难了，那个搞不好我都不知道。名人上一个。那这个嘞？狂人不知道什么意思、啊。这个好不好？不要啦，名人，我觉得他应该。好，名人。好，名人。所以不能，哎、欸，等一下我想问一下规则，是不能出声嘛？对对对。比手画脚啊。比手画脚，比手画脚。对，好，要开始喽。好。有吗？有，你要两只手拿好，才不会死。好。开始了吗？哇，这个太难了吧？三个字，第一个字。下。然后第二个字。下绿地哦，下雨天，下，然后第三个字，下雨，下雨花，不是要猜出来了吗？下雨桥啊，对，有共谈啊，三个字，黄立成。黄立行啊，行啊，这很像吗？这很像吗？好，下一个，啊，这个要怎么办啊？这个要怎么办？这个要怎么办？三个字，这个字不是喂，白，对，然后白冰冰，第二个字是。白星，对，白星院什么？白星，我在不知道。白星有谁啊？我知道那个女明星，可是我不知道什么名字。白星，第三个字是白星会。哦，对。我刚好猜。三个字，首相烂。我想一下哦，他，这个好难哦。BBB 了，你要可以换下一题，我们再猜。好，下一题，这个太难，下一题。还有吗？时间到了。你有看到题目吗？有，我有看到题目。苏有朋，太难了吧？苏有朋太难了吧？这样叫苏有吗？对啊，想要苏啊。为什么？哎、欸，其实这些名字都很难哎、欸。很难哎、欸，我怎么都想不起来。你还蛮差的，你还蛮烂的。我猜了一次，然后想不起来是谁，很尴尬。下雨，黄立行跟黄立成都搞错。黄立，然后那个白欣，你都差一个字。就是想不起来第三个字是什么，然后被秋风剪尾刀。对，捅你尾刀。我们来玩下一个游戏好不好？剪尾刀，很好笑啦。下一个是来自天堂的食物，来自天堂的食物，这是我们要吃天堂上面来的麦吉。就是小编搞我们最代表力作，有没有？真的哦。他是说要在天堂路上吃麦吉，在天堂路。不好意思，我好像有点事情。我先回家了。你觉得有没有小编在搞我们最代表力作？所以这个是每个人都要上去吗？还是是比时间看谁比较快？是不是？谁吃比较多？谁花的时间最短？哦，谁花的时间最短？好，我先为大家示范一下。是你先吗？不是我先、啊。这是示范哦，示范。等一下还有一个正式哦。不是我先吗？你要先吗？
啊，是你先啊！哎，你要脱鞋啊，干！哎，你要脱鞋啊！你这个太近了吧、啊？你说太近了是不是？这个是我的高度吧？那你来啊，你来啊！这感觉是我的高度，你站在上面就已经可以咬到嘞、欸。你来啊，你这么想来就可以来好了。这个根本就没有很高，很高哎、欸，乔峰刚刚就在这里、欸，可是真的很难跳。乔峰哎、欸，没关系啊，你跳，我们就让他先试一次，好不好？对啊，对啊，他这么想要，我把头发绑起来。他比较担心的不是他的脚，是他的头发。对啊，他不你这头发很重哎、欸。他都不担心，好痛。跳啊！你跳啊！你跳啊！刚刚说太低有没有嫌他太低？哎，是要跳，不是要拱桥。哎，现在要开始计时了吗？现在要跳，不是要拱桥。对啊。要准备喽。而且超坏，上面还有摄影机耶，超丑的。加油啊！跳啊！跳起来！跳起来！跳起来！大鱼！大鱼！跳起来！跳起来！你完全没有跳！太恐怖了！快跳啊！你起码跳一下，我们就当你不行了，好不好？跳起来！跳起来！我的肚子超痛的，好痛，好痛啊！他完全没有跳，就算那个马吉在他鼻子旁边，他都吃不到。他完全不想跳，他完全不想跳，哎，好痛！就算马吉在你鼻子里，都吃不到啊！他完全不想跳，他放弃挣扎、欸。又要卫生纸了。哎、欸，我发现节目来来来来，他的哭穴跟笑穴都在脚底了，直接被刺激到。等一下，大鱼，你还觉得这样太低了吗？你还觉得这样太低了吗？哎、欸，我发现那个你们消耗最快的是卫生纸，哎，卫生纸消耗超快。好累啊！哇，太神了吧！啊，卡到牙齿。人家用牙线是不是？人家用牙线。哎呀，干嘛？小编，小编，他的牙线啊，钓到喽，钓鱼，钓到一条秋风。钓到一条秋风。哦，好痛。我真的被钓到了，我真的被一条被鱼、啊，好像鱼钩卡到，啊、像鱼了。哎呦，你上钩！哎，长痛不如短痛，真的。不是你真的比较高，我那个要很大力跳，你刚刚只要跳一点，他刚刚大概是到这里，所以那个高度要调一下，是不是？我们每一个，因为刚刚是为我量的高度，所以刚刚那个应该，刚刚那个应该是秋风的高度。对，等一下可以让你。就让你在嘴边，你只要轻轻跳起来。可是我觉得，你就算在鼻子旁边，你都跳不起来。在嘴巴旁边，那个又吃不到。刚才那个真的太高了，因为我想要跳起来，可是我脚超痛。我在想我要怎么用力，然后我就很痛，痛到我下不上跳，又没办法用力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很痛，很痛啊！我们只看到你在那边崩溃痛哭。我上一次踩的时候，明明就只有一个点痛，我今天整个脚都在痛。你的身体又变更差了。对，我觉得是不是又更烂了？对啊，因为我最近常常每天五点。在睡你现在故意招牌聊聊啊？然后我就真的是脚底每一个点都在痛，然后我就觉得很痛苦。只要踩在上面，不管哪一个点都痛。对，没看到右脚的头都放在旁边吗？你赶快过去，小编帮你量一下。对啊，你赶快站在旁边。小编要不要帮他量？小编帮你量比较近一点。对，请小编帮你量一个是人性化的高度。小编，你可以把它绑出来一点吗？我等一下怕我也剔牙，我现在戴了牙套剔牙。而且我刚刚真的卡到牙缝，超好笑的。你刚刚真的超像被吊到，然后动弹不得。我真的就觉得自己被那个鱼钩钩住。我现在能体会那些被吊到的鱼的感觉了。再也不钓鱼了，再也不在聊天室钓鱼了。
小编，哎呀，你来量一下。对对对，你应该可以先酸洗。那个到他的鼻子就可以了，到他的鼻子就可以了。我觉得要到他那个吧，人中吧，鼻子可能还太高。人中，让他垫个脚就可以知道，好不好？垫个脚可以知道就可以了。可以啦，可以啦，这样可以。我觉得他这样搞不好吃不到。他这样搞不好吃不到。你觉得吃得到吗？他现在是在钓鱼。钓大鱼了哟。我也觉得哦，哦，真的很痛啊！要挑战喽，要挑战喽！好了，不然就让你春风英雄救美，我就说你的不舒服。我刚才已经吃过了，他刚才已经吃过了，整天都他吃。结果你玩三怕，我跳三次。来宾也不想跳。对啊，你不先站直吗？你先站好。还没，还没，还没，让他先站好，好不好？站直，好不好？战术，他一抬头就知道了。对，你看，好，来，啊，他要顶到。二一 go。你跳一下，一下就可以了，一下就高一点，跳一下，跳跳啊！跳一下就知道他的脚完全没离开。地板过，他就没想，我就跟你说，他根本就连跳都不想跳，他不想跳。撑一下，脚尖撑一下，有了。他是歌手，他在录音室，他是麦克风，他在表演。跳起来！跳起来！跳起来！你可以的，跳！你撞到他们了。大声！你怎么？他完全不能跳哎、欸，一下就好了。你垫一下脚，垫脚，不要跳。我就说在他鼻子附近都知不到。我就说这样太高了，我就说他这样太高了。马杰是不是在讲笑话？马杰跟他讲笑话。哈哈哈哈哈！马杰太幽默了。你有要跳的感觉吗？不行，我要吃到你。时间不是。一鼓作气，我想跳。我们数一二三，二一，好不好？来，三、二、一，跳！这个就很像在那个高空弹跳，站在悬崖旁边，硬是不跳下去，一直不跳下去。我想要踹他的那种，把他踹下去。笑话太厉害了。哎，哦，有了有了。六六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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六。一分四十六秒五二。刚刚那几秒两秒。好痛的感觉哦！换你，你要不要去量看看？我好，我应该要量一下。我今天是要以泪洗面的吗？我应该要以泪洗面。我今天的妆都已经全部掉光了吧？你今天太夸张了，你有哪一趴没有哭哦？你每一趴都在哭哎、欸！瑞希根本把我开关打开了，可快又我、哦、开关打开。但真的很痛啊！你要试站看看吗？我现在脚还在痛哎、欸，要说。干！哎，那个小编，你们有没有特别把那个磨比较尖呢、啊？好痛！那个真的很痛哎、欸！干嘛？不是不是。你的帽子会不会对你有阻碍？我等一下可以拿帽子下来，没关系。你的偶包有大鱼这么重吗？没有偶包啊。一定要这样的吗？我快笑死了。戴着帽子，好痛哦！我的脚好痛啊！我的脚还没恢复，我想要扶着你。线不够长，你要把裤子拉下来。线不够长吗？哎、欸，哪有线不够长？线不够长，你要跳高一点呢！你要跳高一点呢！
好快笑了。可以的，可以的，我觉得你可以的。制作单位第一次用两条线吧，是不是？其他人都只要一条线就好了，我要两条线。好哦。对你特别优待啊。一条线我不行，我快笑死了。哎、欸，真的很痛哎、欸，刚刚在做脚底按摩。真的、哦。所以你也是全面都痛吗？我刚刚还蛮痛，我刚刚就是有一阵。你知道断片，然后就断白啊，黑白就断片，断片久了，我知道，对啊，就是断。那个现在在台湾违法，那个就哦，我怎么在这？那种我是谁？我在哪？耶、yeah, ，好像可以哦。哦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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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我就说小编来整人的嘛，对不对？不会啊，他很佛心，他已经用两条线了。你知道半圆梦想要跳到明天吗？我要哭倒在那边啊！他们聊天室好邪恶哦，好玩哦，聊天室。所以你们健康吗？我到现在还在痛哎、欸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站的没有这么久，我速战速决啊，我不像你。不是因为你知道你要好好的站在上面，因为用力一定是要脚。就你要先找一个点，然后对，你要必须可以跳起来用力，可以站着的那个点。对，但是没有。我以前有拍过一支影片，就是找人找伙伴，然后一起在健康步道上面跳 Just Dance。真假的，跳整手，跳整手，对，好夸张、哦，好爽哦。对，然后那个系列还做了三支影片，就是跳了三手。你们好 M 哦，你们好夸张。这个好像有变更低嘞、欸啊。你把旁边的线剪掉好那条。哎、欸、我好像可以这样吃到哦。好像可以哎、欸，就在人中哎、欸。对啊，就在人中。哎、欸，小编对你真的很好哎、欸。对啊，佛心小编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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哇！我快笑死了！我刚刚真的站在上面站好久，我就觉得我自己心痛。所以你现在好了吗？我现在还在哦，有一些地方会痛。你知道有一个那个有一次节目，然后反正他们就是那个处罚是要去按摩，嗯，流汗那个吗？对对对对对，然后按摩。然后你知道那集有多认真吗？那一集那绝对不能输呢。那反正最后我没有输，所以他们最后去按，听说他们是叫那个就是那一间店最厉害的那个师傅按，还好我没输哎、欸，不然我现在应该就不在这了。而且你知道六探他超级怕痛，他说他完全没做效果，就那样。对他完全没做效果，超好笑的哎、欸。你们这些实况组哦，身体都不健康。哎，你好像身体也健康哎、欸。没有没有没有。好痛哦！可以吗？可以吗？好痛哦！等一下，好痛！好，我给你输上去，三二一，耶！我超懂大鱼的感受哎、欸！哇！哎，我跳不够哎！也跳鱼跳中了，跳不够哎！超像的！你要咬，你要把线咬断哦！哦，要把那个……我够。你卡住了吗？你也卡住了吗？就说很容易掉中哎、欸！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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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一直想要把它扯下来，然后嘞，马上扯不下来，然后线就卡在牙齿，拿起来很痛。那我在想，我到底要放进哪里？好痛！那我就被困在那边，脚很痛，困在那边，然后脚很痛，就两边的夹击咬不下来，然后又进退两难，进退两难。想扯要用脚力，发现脚太痛，然后用力拉，我发现太痛，我发现如果离开的话，这样子又要放开那个门，就不想要再一次，可以回来做了，可以回来做、辛苦了，辛苦了。哎、欸，不穿鞋子，要穿鞋啊，要穿鞋。我们这集都脱鞋了，是不是？你们都脱鞋了，已经不想穿回来了，已经放弃了。好痛哦，哎，我们还有第三趴哎、欸。好神哦！你怎么可以两秒就吃到了？好神、哦，真的是一个速战速决的人。真的。等一下，我们要玩那个 Who and I 第三个，可以
看我们两个会谁会赢。好，大鱼你也要参战啊，虽然你不要放弃，如果这一趴你赢了，我们还会再玩一次，所以你连拿两次冠军。我们要再玩一次那个是不是？可以不要吗？不会不会不会再玩那个。左皮可以揍实在，我们再来。我们就玩连玩两次这个就好了，好不好？互恩爱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那抽牌啊？这个要怎么玩？这个、哦、怎样算才对？这个就是它有一些，我一起跟观众解释好了。好，这个就是上面它会有，我们就是抽一张牌之后放在前面，嗯，然后它上面会有一些动作，嗯，或是吃一些东西，然后我们要猜出它吃什么，或者是它是在扮演什么。哦，你要先大概看一下吗？好好，我看一下有什么。然后我们每个人会可以问一个问题，哦、譬如说我在吃东西吗？然后只能问是非题。是或不是，有或没有，那分数怎么算呢？看谁最先答对啊，谁最先答对。假设我猜出我在干嘛之后，计时啊，不是没有计时，是我们轮流问问题啊。谁先猜出来他是什么最缺？你懂了吗？哦，你懂了吗？懂了吗？我刚刚以为是一个人一直。哦，不是不是不是，我们每个人都会拿一张。我们除了自己的看不到自己之外，都可以看到。这个是海盗吗？这个是海盗吗？这个是海盗吧。 I am a pred 是吗？ Create 海盗吧。我以为这个是牙齿烂掉。不是不是，好像是海盗。我想说确认一下它什么意思。你刚看完借我看一下，我也没看过。好啊，这个我知道。 好 Chris Paul 是可以。等一下你看的时候你可以顺便念一下里面有什么。我觉得感觉就很难、很难、Vampire, 还有 Vampire 好难哦。不是不是不是，对，我是那个开卷考的，开卷考，开卷考的职业还蛮难的。这个是吃冰淇淋，好恶哦、喔。吃饼干，我是小孩 baby， 这个是骷髅头 ，spaghetti， 这是什么啊？那个意大利面，哦 ，orange， 这个是恶魔吗 ？devil， 这个是什么？戴口罩，这怎么？这个是口罩吧？就是戴口罩，对啊，口罩，蹭口罩。这个呢？吃这个吃什么？吃什么？这个我也不知道吃。Ketchup 是什么？不知道啊，这个是什么、啊？这个是吃什么？是什么？有人知道吗 ？Ketchup。它不是，它上面不是有英文吗？ Ketchup、对不起啊，我们英文烂啊，被人家嫌了。这是什么、啊？我不知道、欸。这是吃番茄酱吗？不是不是，番茄酱不是这个。不知道。对啊，就是吃番茄酱哎、欸。哦，真的？对啊。好神哦！番茄酱的英文我记得不是那个什么 tomato 之类的，不知道哎。然后这就刚刚讲的嘛，海盗是吗？然后对，然后这是小丑，小丑，还有吃糖果的棒棒糖的，这个是薯片吗？马铃薯、洋芋片吧。苹果、蔬菜，薯条，这个恶魔，恶魔不是有了？哦，吸血鬼，吸血鬼 ，vampire， 吸血鬼，泡泡糖，巧克力。好，洗一洗。好，洗一洗，一人抽一张。好，这只有波万是不是？没有没有，每个人都拿一张。对啊对啊。然后一人握一题。波万吗？就是一。好 ，OK。好。好。啊。啊，我想拿个简单点的。可以。哦，这个。所以谁要先问？随便。随便，给你啊。来宾先问。我在吃甜的东西吗？不是。大鱼得你问。换我是不是？换你问。我在吃东西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。我在吃东西吗？是。好。又换我问了是不是？对，轮流啊，轮流。可以重复问是不是？可以啊，可以啊，可以啊。我们每个人的问题没有关联呢、啊。哦，我在吃东西吗？是是。换你。我刚刚是问东西，你们说不是对不对？是。我想一下哦。是物品吗？不是。不是。好。我吃的东西是甜的吗？对。我想一下，我刚不是吃，我刚是问我是吃甜的吗？然后不是吗？如果要猜的话，可以直接猜吗？你刚刚是问食物还是问甜的？可以直接猜，可是猜了之后就不能问再问问题哦。
猜了之后就不能再猜。对，就是我现在开始猜之后，我就从此之后就只能一直猜了。啊，真的假的？嗯。我吃。怎么了吗？他确定一下答案。哎、欸，差点就说出来。我吃的是条状物，不是，不是。是人的嘴巴吗？人的嘴巴？是啊，是。我还不知道要回答什么。对，是。我吃的是。圆形的物体吗？圆形的吗？不是，不是，不是。好。不是条状物。我吃的东西会沾酱吗？嗯，这个会沾酱吗？会沾酱。嗯，可以。可以沾酱，好。好，换你问。这个嘴巴看上去丑吗？丑啊！丑啊！丑啊！不甚美观。丑啊！不甚美观。嘴巴。换我吗？嗯。我吃的东西会融化吗？你吃的东西会融化。会融化。换我是不是？那我如果要猜的话，我要直接猜了，是不是？对对。猜之后再去猜就不到位了。好。不是条。哇，他已经知道答案了，这么神哦！不是咸生菜，我吃生菜。哇，这么神哦！是吗？他怎么那么强啊？我猜海盗。你也猜中了。那我就只能猜冰淇淋哦。对，你是冰淇淋。皮手哎、欸，因为我知道你应该知道，我一定要硬猜了。对啊。嗯，我知道你应该知道了。哦，你们都好神哦。耶、yeah。对啊，如果你们没有看到考古题，你们会完全不知道你们是什么。对啊，没看过会很难玩呢、欸。但是这样才会比较好玩。哦、oh。可是你很丑的，刚刚小丑也很丑啊。所以我就猜一个啊。感觉小丑，小丑也很丑。二猜一，二猜一个。Oh。 所以这样算我赢了，是不是？对，你赢了，恭喜你。可是如果不拿看的话，会不知道怎么玩呢、欸？就会拿着一个一脸好问号。慢慢的问，才会成缩小自己的。哦、oh。开始就知道有哪些，你就知道要往哪。这个应该有扩充包、哦。对，一定要有 DLC。DLC 扩充包可以自己写就好了。对啊。扩充包。DLC。还蛮好玩的，然后后面还有不一样的啊。我看到他这边还有星星之类的啊，有没有？对啊，他还有不一样，很多应该有很多很多包。还有斑马哎、欸。应该有很多包。前两名的、欸。前两名是谁？那就是我们可以吃哎、欸。真假的？第二名是我啊。你哪有第二名？有啊，这是我们的。啊、你没有拿到一大关哎，他拿两大关，我拿一大关。我们的奖品吗？奖品，耶、yeah ，太神了！居然有奖品呢！你们快点打开试试看。好神、哦！你要吃哪一种口味？这是不一样吗？不晓得，这就粉红色的。葡萄，这是葡萄吧？哇，你看得懂哦？应该是乳酸菌吧？看好像是哦。苏打，来苏打，苏打哦。好，我吃。大鱼，我可以分你一半。啊、没关系，我刚刚在咳嗽。我可以分你一半。大鱼，给你吃好了。我今天太失智了，不能，你不能吃吗？你不能吃，我不能吃，你吃。好，那、啊、你给我吃一口好了。哎、欸，是葡萄、欸，哎，是葡萄吗？嗯。给我吃一口，你多吃几口吧。不不不，很好吃，我也没有特别爱吃冰。很好吃，我很爱吃冰，可是我不能吃。你是今天不能吃，嗯，好吧。很好吃哎、欸，太硬了吧？你怎么咬的啊？你敏感性牙齿是不是？可是它这超硬，你自己咬超硬的。你们有没有知道一种红豆冰可以拿来锤铁钉的？你说那个什么牛奶红豆？对对对对，它硬到可以拿。那个不会啊，那个我常吃哎、欸，这个超硬，这是不是超硬的？好冷了、喔，这真的不会敏感性牙齿的问题，真的超硬。好冷了、喔，这个还好吧？我真的吃过红豆牛奶冰，真的超硬的。可以可以可以，好冷了、喔。这是什么口味？这是什么口味？苏打，苏打，好吃，很好吃，这很好吃、欸，很好吃哎、欸，谢谢。哎、欸，我终于觉得，有可以的吃。不是，你是胜利有，终于觉得好像有开始拼搏有代价。对对对，我刚还在那边在那边跳，好感动哦、喔。继续哈哈，我
好了，我们休息一下。好，等一下回来。啊、不休息了，因为时间不够了。我们要玩游戏。那我就直接玩啊，直接玩。OK 啊，我可以，我现在精神超好。你他妈吃冰了吗？对，吃冰了。还是因为踩健康步道？精神不好，都醒了，整个脑袋都醒了呢，太有效了啊！好冷哦，我要玩啥？嗯，好好吃哦。啥？我好棒哦！啊，我要吃老冰。哎、欸，这个真的好棒哦，好好吃哦！我吃的很酸，真的哦。嗯，你有敏感性牙齿？你有敏感性牙齿？好吧，做吗？对，因为我之前那个我牙齿很小颗。你们要先一个人玩吗？随便，不然我先玩好了。来来来，我帮你拿。你玩好了，我拿了，我玩。这是冒险模式是不是。那个我可以。我可以两只手指头让你，真假的啊？你超会玩这个是不是、欸？不是，因为我也没办法。它就是，哎、欸，它就是一款很霸气的游戏。OK， 你玩过吗？没有。那你怎么知道它是一个很霸气的游戏？不要随便讲的。你不要乱介绍好不好？人家厂商后面就不来是工商了。对啊，那边乱介绍。前面这一段可以跳掉吧？刚刚有看到有个人飞过去。有啊，我看到有一个人那个。哦，这个人怎样？他有胡子耶，我看到他是妹子，结果是一个男的。哦，这可以 next。哦，好 ，next。我按 A 没反应的。我也是，我也按 A。还有摇杆吗？你按。你那按了呢？你刚刚那只。我什么？我就只有一只呗。哎、欸，我刚刚不是只有一只哦。不是两个人而已吗？这是个人的。哦。它就是有三种生物，然后有分别有虫子、猴子和毛毛虫，然后它就是一层一层吃下来，就是大吃小小吃，是中吃小这样。所以猴子吃虫子，虫子吃毛毛虫。哎、欸，不是，毛毛虫是最大的。啊，毛毛虫现在最大的、嗯、，unbelievable。我听小编在介绍的时候，我也一阵傻眼。对啊，它有点像是。Candy Crush 有没有玩过？哦、oh, ，对，消消乐。OK。你要来试看看吗？好，我先 try 看。try 看。好 ，try 看。再给我试一下吧。好啊，你先试一下。哎、欸，来了。好，来了。啊，我没看到猴子，但我看到大虫子，是那个胖胖的。那个抓这两个那个就是猴子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要叫猴子。所以毛毛虫是粉红色那一个，对对对，毛毛虫最胖，然后给人家吃，然后中间那个是猴子，对，然后左边那个是虫，嗯，然后毛毛虫最大、嗯、，OK， 这是用左边类比吗？还是那个？它用滑鼠哎、欸，没有感应到哎、欸，没有感应到，是不是用滑鼠玩啊？就让你试试。一颗一颗，我也不知道那一颗颗什么，我都通通把它吃下去了。你按下 A 看看，都没有没有没有，哎、欸、有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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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吗？哎、欸，那是这一台吧？这个有。这个、哦，他要吃哎、欸，他要吃是不是？所以我要怎样？你会露出一个，哦，然后要三消。接这个，然后给这个吃，对，猴子吃两个，吃这个吃两个会爆炸，是吗？猴子吃两个，毛毛虫吃都是两个两个，是不是？好好好，然后它会一直掉下来，所以我要一直削，是不是？那我一次只能吃两个吗？吃一个涂一个，哎、啊，你要记得削那个，哦，最小的那个。然后它在一起的可以连消，啊，在一起可以连消什么意思？哎、欸，猴子要吃，就比如说你现在去打中间那个猴子，可以、欸、可以连消很多个。打中间的猴子，就打第二个的猴子。哦、你是不是吐错了、啊？对对对，吐错了。它就可以消到后面去。是吗？对。啊，这个要吃。吃猴子。我刚刚吃什么东西啊？吃了虫，吃了在飞的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你放错地方了，兄弟。哦，这个可以移位置，它可以。哦一口气削很多，那这个是要给谁吃啊？给这个吃，吃得粉红色的吃。这个要给这个吃，然
哦，不是啊，我怎么要把那个粉红色放在一起啊？粉红色放一起，粉红色全部放一起好了，还有那一只放一起啊。好好好好，行，铜牌吗？横的不可以哦。啊，横的也可以，横的也可以，横的可以吗？横的也可以放啊。那他一个把它全部一页，你看。他等一下就碰到就要爆了。对啊，他这样不是就连爆了吗？我是说横的跟直的不行。可以可以，横的也可以。这样，横的也可以。欸、这个是哦，我一直记得这个是猴子哎、欸。我、這個、现在觉得我们的来宾很辛苦，然后我们在那边爽。我们在吃冰，我们在吃冰棒、啊，很爽。这样好了，这个到后面应该速度越来越快吧？对啊，这个感觉就后面就超忙的。对啊。一开始就，如果一开始就很忙，后面就会忙到不可开交。对啊，这要一直分配工作哎，好忙哦。你到底是什么生物啊？我不知道哎。那只什么、啊？青蛙吗？现在这个是毛毛虫是不是？那个粉红色的是毛毛虫。其实我根本不知道它是什么生物，看起来都很恶心。这个要吃对不对？啊啊，这个要给旁边人吃是不是？要给绿色的。所以我们的目的就是全部消完吗？所以我们现在是，它会有消完的一天吗？我不知道，应该最后会掉很快，然后你就要会死掉，就会死掉。啊，我现在没东西可以给它吃哎。哇，怎么办？继续了，我现在要等它吗？我继续了吗？你就乱翻吧，真的假的啦？它可以自动往下一格吗？那个。让我下一个。哦，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来了，来了。哦，那可以，那可以。这样子。好，炸炸炸，可以炸嘛，对不对？啊！哦，知道了。它放在地上应该不会坏掉吧？应该不用那么紧张吧？我也以为掉了就没有了。对呀、啊，我怕它有时效性哦。你快要挤满了。给它吃，给它吃。那个槽快要挤满了。过了吧？哇、哦，过了。啊，这样子怎么办？它应该是有一关一关的，可以。这个应该是过关卡的。它会不会有那个 rank 就是分数？对啊，这样子积分型不要。所以我这样子是 rank， 他说下一个 score 是那个5600，所以我们要怎么赢啊？我们会主审官去看。我们有那个 PK 的模式，对不对？对，他们也可以两个人 PK。那我们玩 PK 啊。你跟可以跟他 PK 一下。好啊。那我要跳出去，好，我会玩的。会玩了，会玩了。哪里有 PK 啊？跳出去，跳出去。这里应该都跳出去吧 ？PK 应该在选单吧？对，会不会跳最后跳出去，跳到跳回桌面？桌面有没有？大家看到游戏的桌面啊、哦？下面是第二个吧？是不是？第一个是什么？看起来像什么冒险？这个啦哦，第二个啦，第二个。啊，我选到第二个是怎样？哦，有了，有了，有了 ，Local Play。来，你帮我拿一下，还有你玩。第二，我吃完那个了，我可以玩。哎我可以玩，我可以玩。好好好，看抽屉啊！啊，这个我需要调吗？不用，不用啊，不用。所以就直接 next。对。Play two。然后这个，这是合作吧？然后这是 verse 那个对战。对对对。那音乐好。热血。我是哪边？我是哪边啊？我不会动、啊。你是右边。哎、欸，它不会动哎、欸。我不会动啊。那、啊、你这个会动吗、啊？都不会动。哎、欸，它的不会动哎、欸，怎么办？帮他重炸，先掉一下听听。他的不会动，而且有三四种颜色哎。哎、欸，对，他的、欸、这个怎么那么忙啊？他的猴子颜色变了哎。对啊，怎么办？还是那个猴子有特殊功能？还是啊，红色消紫色的。红色只能消同一种类型的颜色，是不是？哦，可能哦。可是刚刚是这个这一只这一只，刚刚是黄色可以消粉红色嘛？越细的那一只双排要那个绕一圈。是我这个吗？什么意思？他的那只可以用啊，绕一圈是。他这可以用啊，我的可以用。这个这样子才会跳掉，因为你的，是因为他跳掉之后跟 A B C 就不混乱。我这个没办法。有了哈。重来一次，因为不会动。哎，还是不能动哎。那怎么重来？跳掉。先回去再进来。可以用的是谁？再一次是不是要跳到最一开始吗？对，这个就可以了。有办法动吗？我不行动，还是不行，不能动，还是不能动，不能动，不能动。什么？那你跳到最后，你怎么一开始？
好需要一些摇杆，没办法玩游戏，好想玩。不能动。需要有限的新摇杆，没错。那我先出去好了。新摇杆来了。哇，抖内也太有效率了吧！要先给你用吗？好。等的人等，你再跳出去一格好了。对啊，很像很拉丁的那种感觉。是吗？好、哦，这个好像是我的，拔到的好像是我的。你拔住你对啊，这 BGM 是游戏的。我不知道我这次在打感，感觉很八零年代，很 local， 很好笑哎。他们会在那边唱歌，然后后面有那个穿长裙，那个拿扇子弄。好，可以了。跳舞。哇，这个可以吗？感觉好像上一代的摇摇杆。可以了，来。好，我试看看。可以动吗？可以了，我可以。哎、欸，等一下。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动的是我，动的是我。那就不是我了、欸。哎、欸，他的还是不能动。匍匐馒头，勇士要不要重开？小心不要弄到那个区、啊。小心手榴弹。小心发布。我没有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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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哎，他移动的时候会闭着眼睛移动，还是我们重看一下？好像真的很迅速的感觉。那个生物到底是什么？毛茸茸的一个，不知道啊，就是又会吐舌头。这种科幻的游戏，它会自创一些有趣的自创生物。对啊，很肥。它很像那个让自己看得很迅速，就是闭着眼睛那样移动，迅速。卡啾啾妹哦，卡啾啾妹。闭着眼睛移动，它只是睡着而已吧？没有啦，看起来很媚啊，敏捷很高，敏音、啊。我睡着了，睡着了。敏音看起来就敏音呢、啊，盗贼。可以了，我这个可以动了。盗贼，盗贼。哦，我们都可以动了。哦，哎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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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浪了，不浪了，不浪什么？哎呦，哎呦，我怎么发育？别浪。我是左边。好好好，我是左边，右边是秋风，我是右边。Play two 是秋风，哦，有了有了，哦，有了有了有了，爆了爆了，好好好，这样子是不是？哎、欸、啊，那个红色是怎样？你研究一下。红色也是給，就打紫色的嗎，是给那个紫色吃吗？对对对。哦。红色是给紫色吃哦。看起来是哦。哎、欸，我竟然可以电你！哎、欸，为什么可以电我啊？我不晓得、欸欸，我还晕呢、欸。果然是双人模式啊！对啊，我一个被晕哎、欸，好扯哦、喔。所以虫没有分是，虫就什么都可以吃，虫就是给猴子吃的。他这个现在胖成这个样子，我真的是认不出来，傻眼哎、欸。对啊，那这个现在怎么办？我先把这个堆在一起好了，然后这个给这个吃。红的是紫色吃哦、喔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啊我怎么吃到这个？这个是给这个吃。哇！你怎么有点强啊？惨了，这给他吃。啊，我有猴子。好好好，这样。哎、欸、哎、欸。哦，有了有了。它有些还有毒，是不是？还有毒哦。不然那些在滴什么？太神，不是不是，那是你的那个分数吧？掉下来的。不是啊，有些东西不是在滴吗？哎、欸，我忘记红色是。然后我看到了，我看到你那边有东西。红色是。看起来很恶心哎、欸。你那边那个扣900分哎，因为好像要赢了。是吗？你那个毒都不能碰到哦！哦，毒都不能扣到哦！哦，哎、欸，我吃到一个不知道什么东西、欸。你那是扣分吗？有点没看懂。我也不懂哎、欸，这风那边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进入迷幻状态了？真的哎、欸？没有没有，应该是我放招，刚刚那个应该是我放招。好、哦、月月上招，你放了什么招？啊、能量条抵满的话可能会有招。哎、欸，上面那个是什么东西啊？上面那个一脸爽脸的。你说那个秋风那边的，不是不是，我有这个给他吃吗？我也不知道那一脸爽脸的是什么。那个一脸爽脸，你有看？你那边也 有看到？你那边也有吗？哦，他可能是他一脸爽脸，不知道什么、啊。一脸爽脸就很爽。你们两个都有毒喷雾，也要用它吗？我有用毒喷雾了。就是爽，这个要给他吃吧。哎、欸，我这有毒哎、欸欸，你在毒我是不是？给点尊重哦。啊！吃错啦！有毒啊！吃哦！这个游戏有毒啊！好吃哦！
有毒的是能吃的吗？有毒吃了会扣一百分。对耶，我扣分了。真的、哦？哎，你被揍哎！什么东西？你被扁了。哎，我现在左右相反哎。哇，这太惨了吧！好白痴哦、喔！被扁了。我现在左右啊，我现在左右相反。回来了吗？好，回来了，回来了。刚刚他那个有状态，所以那个毒的不能吃。哇、哦，好麻烦哦、喔。对啊，他这个状态其实蛮多的。根本就分不清楚有什么状态。对啊，哎、欸、啊，我现在怎么办啊？我现在一阵尴尬、啊。你现在没地方，你只能把他们排在一起。对，我只能把他们排在一起。我现在一阵尴尬。这样子好了，给这个吃。哦，对对对。哎、欸，我吃错了。哇，这个这个吃。它还会变身呢、欸。我知道有毒的。哦，是因为有毒不能吃吗？你有毒它不吃是不是？你把它含到舌头就会扣一百。哦，有毒的含到舌头就会扣分哦。哦，真的假的？可是我要爆了，我一定要逼他吃啊！看你要怎么玩，给我吃。这个可以吃吗？啊，这个不吃。这个爽脸的到底是要怎么样啊？我爸爸快死掉啦！月月快死掉了。对啊。哦，真的耶，含在嘴巴里扣分哦。一阵尴尬哎。所以把它弄爆不会扣分是不是？这样子给他吃一个。红的给他吃，一阵尴尬。哎、欸，这个爽脸的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哎、欸。那边有个微紫色哦、喔，那个是微紫色。这个是什么啊？这只又要干嘛？你把它喂红色的，它不吃吗？哦呦，哎、欸，我吃汉堡。啊！我就攻击它了，是不是？看一下分数，好可爱哦、喔，咕咕馒头。我多你两一千多分而已、喔。你今天多我一千分。不怎么样嘛，就一千多分。多你一千多分 ，win 了 ，loser。但求你，要不要玩？好凶哦！你跟月月玩。哎、欸，他、那個欸、那个有那个一个爽脸，然后还有个紫色的，不知道是要给谁吃。我跟你换哦，那个其实都可以吃，都可以吃，全部都可以吃。谁都可以吃吗？小的就可以，中的就可以逮大的吃。是吗？对对对，不用那个，只是要放两个重复颜色而已。啊，是吗？是。譬如说，你黄色的吃两次就吐两次就可以了，不一定一定要得什么粉红色或是紫色，都可以。是哦。哇哇，你很流利耶！哇，你根本就玩这个大师吧？嗯嗯、你是不是要报这个刚刚前几趴小游戏的仇？没有，这就很简单哎。这就很简单哎，这怎么办呢、啊？小游戏的仇。报小游戏的仇也太凶。哇，消得好。好迅速哦！真的啊！你是哪一边的 Play One 是不是？对，好神哦！这个会爆吗？这个会爆。那我把它搁这好。这里要吃黄的猴子，对不对？都可以，都可以，黄的、红的都可以。只要吃两只就可以了。啊，他现在有在吃吗？哦，我以为一定要那个一样，好像没有哎、欸，都也好像连颜色都不用一样哎、欸。对啊，我以为要一样的，不是啊？它为什么爆炸了？爆炸有一个雷电球是不是？好像它每一次招不一样。对，喂一个雷电球吃饭，它就会爆炸。对，雷电球吃饭。这是什么？它还有一个炸弹，那个在它旁边爆炸还会有比较好的什么设定啊？好的效果。这个怎样？给你吃。他不会吃哦、喔，他好像是要在旁边爆炸，他要在旁边爆炸，所以我要喂，我要这样子，然后这个这样，然后这个这样，他这样会爆，没爆啊，骗我！对不起，他没爆。在那边骗呢，没有爆。哎、欸，那个是谁、啊？哇，你昏了，你昏了！我一个晕眩、欸。哎、欸，我很多那个骷髅头是怎样？那个要我让他爆炸，我记得我是用雷电球把他弄爆的。啊，这个是啊，我扣九百分，我傻眼。哎、欸，你现在怎么了？你做了、欸？你看这个中间这个要吃什么？这个我现在这个头上这个。这个是要干嘛？还要吃什么啊？哦、我先把它放在旁边好了。那个炸弹是不是？那个他不吃啊。他好任性哦。他不吃。给我吃，吃起来，吃起来。给我吃，吃。大鱼要吃分数啊。我看不懂哎、欸，那个爆炸。他现在也没有看起来分数。哎、欸，那个中间那个，欸、中间、那個、那个怎么吃东西的？中间那个怎么不吃啊？哦，那个炸弹的可以吃哎、欸。那个炸弹的你是给他吃小虫吗？小的、中的、大的。这个是给他吃这个吗？不是哎、欸，这个不是吃这个啊。奇怪，这个他要吃哪一个？你看是放。他好任性哦、喔。哎、欸，你吃啊！我又吃到。有了有了，你撞晕他了。啊
样，哎、欸，这个紫色到底要吃什么？这一只，这一只到底要干嘛？这只到底要吃谁？那你把它丢旁边好了。对啊，它超烦的、欸。超烦，什么都不吃。对啊。什么都不肯吃，哇！你这边好毒哦、喔！给我吃、啊！你好毒，你好毒，他好烦哦、喔，他都不吃。嗯，谁电我、啊？你这个毒大鱼，毒鱼，气死谁电我、啊？哦，啊，没东西吃了。哎、欸，吃那个，撞他，欸啊、撞他，撞了！你们旁边是不是有道具可以用啊？旁边有吗？你看你们有辣椒或是水、欸？哎、欸，可是那个撞怎么按？哎、欸，这个是不是要吃一样的、啊，还是怎样啊？哇、哦，这个到底要吃誰 啊？他到底要吃谁、啊？我一直扣分呢、欸，好烦啊！不是啊，到底要吃谁啊？哎、欸，你吃了，那个是加分的。哪一个？刚刚有吃到。怎么办？这个到底要吃谁啊？不管了、啊，你赶快消啦，你快要死了。对啊，我也想。好好困扰哦。先消这个好了。这个不知道放去哪裡，先放旁边好了。你干嘛？看到好东西，你都这么紧张？挑食鬼、欸！我觉得很适合小朋友玩诶、欸。挑食鬼诶、欸！不是啊，那个我中间一直有出现那个他什么都不吃的、欸，然后就会一直卡在我的格子裡面。那个是不是因为是对战模式，所以他陷害你的？是吗？可是他应该也有效果、啊。你要把它炸掉吧？你要好几个连在，你把它炸掉。哦、啊，我猜了。你看你这一盘。退步了，对啊，真是非要笑哎、欸！我们还有什么？我们还有什么可以玩啊？没有了，差不多了。非要笑，时间可以了。我们还要再玩吗？还有五分钟哎、欸，可以做 ending 了。还有五分钟哎、欸，时间。你还想再玩？我跟你 PK 一场啊！好，再玩一下啊！还有你这么想玩，我跟你 PK 一场啊 ！PK PK PK， 我妈玩游戏都变超认真，玩游戏都超认真，玩游戏都不能输。这是啥、啊？你等一下应该也会看到，就是有一个他跟别人长得都不一样，然后你不知道他要干嘛的。嗯，哦，哇，你还把它排在一起，好溜哦，是不是？哇，你一个微操哎，什么？现在谁最强？大鱼跟秋风看起来蛮强，因为我两个都输。一下吊打我，真的、哦？我们以弱著称呢，好可怜，以弱著称。我一个飞刀笑。啊，大雨的那个，嗯，胖胖很多是不是。对啊，胖胖的很多。好吧，你怎么都没有中间的可以吃啊？我把它们排在一起。你是强迫症。是。哦。绝对强迫症。本来想吃这个。大雨，我就是强迫症。我绝对强迫症。强迫鱼。哇！炸你们炸的哦！这好像很溜哎。哎，速航机。哎，有炸，所以是要给那个炸弹吃哦。嗯。哦，懂了懂了。哇，那个有吃一口的。哎呦哎呦！哎，好像都蛮强。哎，中间那个是什么？大鱼那边那个是什么？它是怎样可以炸一样的是不是？哎，我吃到什么鬼？秋风，你那个黄的那个是什么？那个是闪电，它会要喂它吃什么？随便随便吃，它就会闪开来。哦，你刚才没有玩到这个东西出现？没有啊，真可怜，真可怜。我完全没有看到那个东西耶，我都一直看到那个长得不一样的。有啊，大鱼那个粉红色就不知道了。哦，他用招了是不是？对啊，不晓得用什么鬼招啊？是吗？我不知道。我有看到一个粉红色，他好像不吃什么东西耶。对啊，他那个就是那个我刚刚超多那个，然后他都不什么都不吃。啊，长得不一样那一只。对，超挑食。他什么都不吃。我也有一只，超烦的。那个应该就是攻击角。他可以给炸弹吃吗？他可以给那个骷髅头吃吗？哇，好多哦。看不懂。对啊。先炸好了，他可能被炸掉。哎、欸，可以耶，他可以给那个炸弹吃。它可以吃掉了，它被炸掉了。它可以给炸弹吃，它可以得吐出来得炸弹吃，是不是？就是那个长得不一样的，好像只能给炸弹吃。很尴尬。哦，我现在没有小蚊子。没有小蚊子。哎、欸，然后还有那个啊，那个左边第二个那个翅膀的那个，那个也不知道给谁吃，那个它也不吃。
我现在很尴尬，可以再给我来一排吗？尴尬。对啊，我现在很尴尬啊。你就只能硬吃那个有毒的吧。妈的，去旁边。它也消不掉。哎，我刚刚怎么扣900分？我靠，就有毒啦、啊，好像吃到有毒的。它这样可以 combo 哎。捡起来，你的左边是不是要爆？我有点惨。我有，这个又是什么？它有长得不一样的。哎，我赢了。左边太多了，我刚刚有一排消不掉。对啊。哦，你没有把它移到旁边去哦。因为它有毒，不想吃它。我有强迫症。吃了不会死啊。强迫症。差不多了。吃了不会死，为什么不吃？强迫症，差不多。哎呦。可以，差不多。这款游戏呢，在很适合小朋友国小生。真的吗？对，幼稚园要国小。可我连我玩不好哎，要重读吗？所以我可以当屁孩王啊！你是屁孩王？屁孩王？是啊，是什么？还是屁孩？就是屁孩的王。来介绍一下粉专吧。还比较哎，粉专是。乐器啊，有了，是 T， 是 TSUKI 乐器啦，谢啦。你是不是觉得你的粉专太难念了？没有，我会念，不是我有时候会忘记叫什么。你想不起来吗？因为不会一直跟人家说我的粉丝团是什么啊。你为什么会取那个名字啊？就英文名字，原本想说那为什么要前面要夹在一个两个米字键夹在一起？就是符号。对啊，你玩那个 online 的时候不是都要各万字啊，还有正啊，然后那个通常是本来的名字已经被取走了，才会加那些怪怪的东西吧？没有，还有那个大 O 小 O， 对，还有 E 啊，爱就念爱吧 ，E 啦。好像都可以，这样子，对，就是很多符号才煞气屁孩的，对啊，我们就是要煞气 ID 啊，对，煞气 A1 是不是？超中二，超屁，有没有？对啊 ，ID 就是要这样才帅，超屁。现在还流行用这种吗？我不知道哎，现在小孩子还流行用这种吗？不知道，年代离我太远了。退流行就是相当于刺他一刀，就是你退流行。对啊，以前都要取那个四个字的，什么花舞秋月，什么那种，就是这样诗情画意，对，然后就自以为对啊，就之类的。以前要取，你们都取过这些 ID 哦？没有，我的 ID 都非常。你现在开始撇清了吗？没有，我的 ID 都是超级文静两个字的。谢谢那个冯门中的50块，刚立马去接半熟蛋吃，谢谢，谢谢，还有他的大哥大。50块，今天可以放心吃，好机会，谢谢。耶，今天可以放心吃，今天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，很好吃。你们可以自己做来吃吃看。我看到聊天是哦哦大油哦，就差不多，就很像长翅膀。对啊，还有那个箭头啊，不是有那种往上有，还有那个星星，还有黑的跟白的，空的。那个爱心也有黑的和白的。对，就是那很难打，那不是那个游戏，那个是指令啊，那不一定可以用，有些不一定可以打了。那个是指令，就像打那个猫猫从那个在 U， 然后再加数字，对不对？真的好屁孩哦，这样真的好中二哦。越西 online， 煞气 A 屁孩小孩哦，煞气的小孩哦。好啦，我们今天谢谢越西，希望谢谢啦。那我们下礼拜是同一时间，然后谢谢我们企划的阿里小黎。哇，太快了！好，谢谢大家，还要感谢我们干爹神送，感谢雷神，谢谢两位大干爹，谢谢各位观众，那我们下次见喽，拜拜，拜拜拜拜拜拜拜。